真爱，刚刚那一首我没有看到，但是你今天真的很漂亮。谢谢维基哥的夸奖。副总来了。 说了什么傻话？你也不赖啊。女人呐、啊，最重要就是内涵。你现在年纪还小，多努力几年，你不会输给她的。谢谢维杰哥的鼓励，我会继续让自己有内涵的。维杰哥，我先不跟你聊了，我要去找我的恩人。恩人？嗯。你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请过去，请便。 谢谢你，哎，我知道这件礼服是你偷偷买下来送给我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误会啦。你知道我舍不得买，你心地真的很好，哎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向你们夫妻俩谢谢才是。谢谢你们，我好喜欢这件衣服，衣服好漂亮的。朝皇，哎，桂如，你怎么来啦？ 你不是不喜欢宴会吗？可是你说这次旅游收了招待一对厂商夫妻啊。嗯，我是你老婆，总不能是要礼数让你自己一个人招待他们一对夫妻嘛。哎呀，他们不会介意的啦。哎，人家不介意，我觉得还是不妥啊。嗯。这位小姐是谁啊？她为什么要站在你旁边？我为什么不能站在她旁边啊？ 他是我们旅行社的导游，他是导游，是啊，他是我们深红旅行社的导游。戴夫人您好，我是高英，这是我的名片。现在导游行情都这么高档啊？因为他是我们旅行社的第一把交椅。 所以我请他来招待我们这次的贵宾团。另外呢，我还有请我们的康维杰主任在一旁督导他。是哦，还蛮慎重的嘛。对呀，这是应该的。哎，对了，朝皇，嗯，你说的那对厂商夫妻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吗？怎么了？不方便介绍啊？ 怎么会呢？我今天就特别招待这对厂商夫妻，他们也有来啊。他就是他，他就是我这次旅行招待厂商的太太。哎呀，你好，我是朝皇的太太，很高兴认识你啊。啊，你长得好可爱哦，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啊就结婚了。嗯，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？我叫何真爱，嗯，李先生嘞，我先生，我先生，我就是啊，先生，戴夫人你好，我叫刘信和，很抱歉今天出来没有带名片，太匆忙了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很高兴认识你们夫妻，你们真的好配哦，郎才女貌，希望以后我们在生意上合作能够更加的顺利哦。谢谢。 不要再说了，你要怎么不想了？你要什么我都买给你啊。你说的哦。嗯。那等我想到再告诉你。就很好。点心很好吃啊。朝皇，哎，你不行，你票。
你跳舞的，你不要说看我，当场我会死，我会跳舞。我以前不觉得我是灰姑娘，还以为她是你。哪来的迷糊灰姑娘？我哪里迷糊啊？刚刚不是我帮你，早餐帮我。搞清楚了，是我帮你的，是我帮你的，是我。 不赞成这样继续欺骗戴太太，纸包不住火，这样下去只会增加麻烦。这我也知道，可是戴朝皇是董事长特别交代中药客户，这个人我们得罪不起。旅行社是我们经营的，我们不用去管董事长交代什么事，我们是一个很照规矩的旅行社，不能这样欺骗客户的。怎么能不去管呢？这可是关系到上千万的生意耶。 何况戴总裁事后又有特别交代，却要不让戴太太知道，乌丽丽是跟他一起参加旅行团的。况且，我也不喜欢杜撰出来柳太太这个角色。可是，在不能得罪中药客户的情况下，戏还是要演下去啊。幸好，让我想想。 我们一开张啊，就有委托案，我们是时来运转啦，财运滚滚来。哥，你开征信社怎么没有跟我说啊？你现在不就知道了吗？嗯。哦，哎，守成啊，哎，你这次的委托人是怎么找来的？以前朋友介绍的。哦，是什么样的 case 啊？海上的我不行，陆上啊，我可能干啊。我帮你。你帮谁呀你？ 啊，这时候开快一点，你马上就要吐了。你呀，走开一点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有什么事找我。我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是我脑子快，我肌肉硬。不行，你摸摸看，来，真的，你有吗？硬。这次的案子很小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应付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年纪大了，哎，比不过年轻人厉害，我不中用啊，我知道。嗯，阿公，不要这样说嘛，你不是曾经说过姜还是老的辣？哎。 现在阿公啊，这一次的案子真的很小很小，我不想大材小用。等以后我接到重要的任务的时候，我第一个一定找你当我的助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好，好，嗯，那我呢？你呀，啊，有那种啊站在原地什么都不要动，只负责监视的工作，那就找你了。阿爸，你不要老是求我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各位。 我们这一家终于要出头天了，来喝酒。吴导游，可以给我瓶水吗？好，我来处理。柳仙，林太太还在热心啊。 热心，这是我的个性。吴导游，这车还要开多久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据说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。对了，在一个小时就到了，还要一个小时，这么久啊？吴导游，我前面有个咖啡色的行李袋，你可以帮我拿过来吗？ 手霜，麻烦喽。你太多了，东西我洗黑了，你投诉，作你。
不管来到日月潭几次，看到这里的风景，都让人觉得好感动哦。那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日月潭吗？哦，这个啊，就有很多种说法喽。有人认为呢，这边呢是以水色来命名的，但是许多的文献资料啊，都说到日月潭它的水色有单碧之分。哦，色分单碧东西异，家畔阴阳日月同。不过，虽然有文献资料这样子的说法，但其中最为人认同的是以潭形来作为命名。日月潭呢，是以拉鲁岛作为分界点，以南形状弯弯如月旋，以北形状圆圆如日轮，所以称之为日月潭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叫这么大声干嘛啊？你讲那么多，戴太太就没机会说话喽。对不起啊，戴太太，我这个人哦，就是比较爱表现啦。因为来这里之前啊，我查了很多资料，不说给别人听，就觉得对不起自己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还在想说，你怎么会这么专业了？不过你们这一对跟其他的夫妻很不一样哎，哪里不一样？就像有的时候你们很亲密，可是有的时候你们好像不相干的两个人。就像刚才啊，你们走过来的时候，我还特别注意你们，你们就各走各的。我们当然是夫妻啊，就有时候要那种很黏很黏，然后有时候又不要太黏，就是这样才会长长久久嘛，是不是啊，亲爱的？是的，是的。我们先去那边坐一下啊。嗯。戴太太，我们失陪喽。在这里。哎，这里好热啊。很热啊。嗯。要不要喝水？啊。来。哦哦